是凯莉。真真，凯莉的发型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呢？而且凯莉的头发长长了哟。然后今天凯莉要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，佳佳，猪猪的秘密香水制作。那现在跟着凯莉一起玩吧。天气这么热啊，凯莉又出了好多汗。所以呢，凯莉要为了遮臭，特意准备了这个。朋友们肯定会问，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呢？那凯莉给大家看一下，佳佳。这里面呢有五种不同形状的香囊，有一个好看的香水瓶，还有三种不同香味的香水，以及关于香水的卡片。然后呢，这边可是有一个秘密开关的哟，哒哒。这边呢有一排替换的海绵，还有一根黄色的项链。今天做一个什么味道的香水呢？我来问一问这个香水瓶。知道这个香水瓶为什么神奇吗？就在于我今天喷一个什么样的香水呢？他在问我们今天的香水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说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勇气的香水，是吗？嗯，也对。我今天这么臭，需要一个勇气的香水，让我有勇气去见朋友们。哒哒，我们就需要这上面的卡片所说的材料。然后勇气的香水是这一张，朋友们可能看不懂，所以让凯莉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如果要制作勇气的香水的话，我们需要这个五角星的底座，以及闪亮香水，还有天使香水。我们先把它们找出来。闪亮香水还有天使这两种味道，然后还有一个五角星形状的底座。然后我们把它取出来了以后放在桌边，先把它收起来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两种香水的味道撒在这个海绵上面。哇，好甜啊，有一股甜甜的草莓香还是苹果香。哇，跟我们吃的某种糖的味道很像。我相信喷完了这两种香水放在自己的身上的话，应该会，我很有勇气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香水撒在这个海绵上面，让它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海绵里面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香水就完成了。好啦，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闪亮香水撒在这个上面，海绵上渗透到这个海绵里面。好啦，现在呢凯莉要把它们放进去，最后再公开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扣在香水瓶上面，神奇的事情即将发生。他说，等音乐结束告诉你们。他说今天如果大家是单恋的话，好像今天可以就跟对方告白了呢。可惜凯莉好像没有要告白的人。那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要有告白的人的话，不妨可以用这个香水哦，就跟推广的一样。那我今天就要喷着这个香水出去见朋友。
谁啊？天哪，怎么会突然间飞到我的怀里面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用这种方式跟你第一次见面。可是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见面？吓死我了！我在喷我的香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啊，我叫嫦娥。嫦娥是住在天上的那个吗？是啊，你听说过我吧？当然了，你这么有名，肯定听说过呀。哇，这身衣服还挺好看的嘛。就是因为我在月亮上面闻到了你的香水味。什么？你在天上都能闻到我的香水味？那你过来干嘛？我想让你帮我做一款香水。最近我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可是我不敢表白。然后听说你的香水很神奇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呢？做香水可以，可是你别吓我呀，我好不容易今天刚换的发型都被你吓乱了。我看一下，有喜欢的人没有勇气去表白，不就是我刚才做的香水吗？让我来看一看什么香水比较适合你。有喜欢的人，那就应该是这个爱的香水，还有好运的香水。我相信你拥有这两款香水的话应该没有问题。哇，太棒啦，那就拜托你啦，凯莉。哇，你连我叫凯莉都知道啊，我在天上这么有名啊。那我先帮你做一个好运的香水，需要什么材料？我来看一下，需要一个绿宝石的底座，天使香水，花香，一样的都是把这个盖子打开来以后，往上面撒上香水。好啦，现在呢，这个已经做好了。然后要不然把它做成项链吧，将它们做成项链，这样你戴在身上会比较方便一点。你看你穿成这样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去换一身华丽的衣服。哦，真的好像跟你这一身衣服还蛮配的。是的呢，我也觉得是这样，对吧？哦，好像有点长，你绕两圈三圈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现在紧接着要给你做另外一种香味，那我们这个已经做好了，先把它们收起来。现在呢要给你做爱的香水，所以希望你可以跟你喜欢的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需要一个这个红宝石的底座，以及闪亮香水。这一次呢，我给你多撒一点香水，希望可以给你爱的力量。多撒一点。好喽，这一次我给你满满的都是爱哦。可是凯莉好像这边已经没有项链，这边也戴不上去了，就给你拿一个戒指吧。可是戴哪里？你的手雍容华贵，说的就是这样子的类型。姐姐，那现在呢，我给你喷上勇气的香水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你的喜欢的人告白了。从头喷到脚，我现在感觉到我非常的有勇气。不行，我要赶紧的跟我喜欢的人去告白了，拜拜。这么有勇气吗？看来我也要多喷两下。今天凯莉带来的猪猪的秘密香水制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好玩吗？还有凯莉的新发型怎么样呢？那下一次凯莉会带着更好玩的玩具回来。